に音符人工関係通常公演物の超直近の理解感覚者の GAD33 の理解情報がプロポポチビズ人生が注目しました。光雄在做什么？他要去哪里？大家好，早安！现在是幽冥岛2020年礼拜四。哇，对了，我们今天来了一个新的居民，昨天刷到的古风，欢迎你搬家，我们待会去来看看。走吧，走吧。哎，苹果，他拿着钓竿要去哪里啊？嗨，卡蛋，我刚刚完成了一个任务哦，就是为了提升知名度的亮相散步，在还没出名时，这个很重要。哎，嗨喂，我跟你说一件好事，当你想向别人传达心情时，有一种表情可以让你提心用心。他不要叫我新的表情吧？使用这个微笑，我学会了微笑哎，微笑的表情。怎么看起来像是老北一样？马哥在家吗？这就是古风的家了吧？哇，好气派哦！地板还是豹纹。你好，你好，古风。嗨，开蛋年，我按照约定来了。好可爱哦。怎么啦？想跟我一起进行晨练吗？抱歉啊，我今天整天要在家里整理东西啊，那就不打扰你了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我又多了一个海苔眉毛的居民，好棒，马哥。哎呀，开蛋前面你好吗？今天天气也不错，非常适合的散步哦。哈哈，看来你昨天似乎做了很多事情。我发现我的岛民好像跟我讲的话都差不多，是不是因为我岛上的东西太少，所以他们没有话题？嗯，这个超可爱的，昨天直播的时候盖的，弄了好久，一直修改。还有这边，这条路也是我修改，有一段时间才做好的。哎，大大你在做什么？对了，谢谢你帮我把包裹拿给阿邦啊。阿邦那家伙有跟你说什么吗？说到这个，这样太好了，多亏有卡大林的帮忙，我应该能成功跟那个家伙和好。昨天啊，大大跟阿邦吵架了，在直播的时候，然后大大叫我送一个礼物给阿邦赔罪这样子。嗨，怎么啦？卡达林，听说你昨天在外面待很久，是因为泰勒终于健身吗？我是为了盖，补充场，跟健身没关系。我看一下大吉有没有把我送的礼物放在家里了。还没，可是大吉正在做东西。感觉不错啊。你在做什么？我现在在做木质书架，谢谢谢谢。哇，木质书架真的超好用的，之后给观众。我之前送他一个玫瑰床，结果到现在都还没有看到他放在家里，好伤心哦。哈哈，光雄出去了，戴维刚才也出去了，我有看到。那太平呢？太平在家。哦，好可爱的家哦！为什么大家都有利友跟赵志合照？然后我正好刚做完早上的晨练。说到原木餐桌很不错吧？我不能没有它。嘿，不晓得为什么我坐在桌子前的时候，总是可以比待在床上还要快睡着哎。真的吗？嘿，要不要跟我一起做运动啊？你对自己的发型有什么特别的坚持吗？算有吧。果然没错，我就觉得应该是这样。我以前也是为了想跑得更快，所以换成了现在的发型。你有发型吗？据说是可以改变空气阻力的系数。好可爱哦，没想到还有这种特殊的
改变空气阻力的系数。安古斯好像不在家哎，阿邦嘞，哦，阿邦在家。你家有个西瓜皮，哦，这个是大大送给他的。哟，卡达林，看来你今天气色也不错嘞。我说你啊，老是精神饱满的，昨天好像也在外头玩很久吧？我很喜欢户外哦，只要看到新潮的东西就不顾自己的年纪。好啊，今天的日记要写什么嘞？日记真的玩意儿还挺不错的，就连我自己都忘了的事，也会一直留在日记上哦。卡达林，你知道吗？似乎有新的居民搬到幽冥岛上了。刚搬来的第一天，应该忙着整理行李。等到对方他差不多整理完以后，再去打招呼好了。哦，我就马上忍不住跑去打招呼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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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苍蝇，我还没抓过苍蝇呢。苍蝇跑起来了，苍蝇跑起来了！可恶！哼，安古斯在这里唱歌，好可爱啊！哟，卡大林，没想到会在这里碰到你。前阵子我经过大大家的前面，结果闻到日式牛肉烩饭的味道，让我肚子饿到不行。似乎有些人搬到这座岛上，你见过对方了吗？负责守护岛治安重任的我，一定要去好好跟对方打招呼啦。这件吊带服是你之前给我的，我现在超爱这件衣服的哦。虽然自己这样讲有点厚脸皮，但挺适合我的吧。哦，儿童噪音，你倒挺适合这种风格的。或者我也来穿穿看这种衣服好了，因为有句话不是说营造反差很重要吗？如果有机会买到再送你一件儿童噪音。我是青蛙班的，我是青蛙班的小朋友。来来，看一下服装店有什么。光雄，你居然在里面！哼，居然有战士的衣服，超帅的啦！还有医生白袍哎，医生袍2000多块，买了啦，马上穿上。我变医生了，我长大了。哇，竟然有那个粉红战士，该不会还有其他战士的衣服吧？还有黑色领带。好多衣服、哦，中国服、工作裤，而且这裤子有点丑哎。哦，这个裙子，鱼儿这什么衣服啊？有点不好看。工作人员的衣服，功夫的衣服好像没有很适合我，穿起来怪怪的。飞行帽，好可爱哦。眼镜还有哪一种眼镜？咦，这个好像看过大大戴，超好笑的啦。好可爱的袜子，这个袜子好可爱。然后这个裤子的话不要了。就穿短裤就好，这样才能露出我这个可爱的蝴蝶结。白色白洞明天在等着我，就是这样喵。帽子的话，这样好像有点太多颜色，太彩亮。好吧，就这样。虽然有点怪怪的，但是就穿了。走走走。拜啊，还没跟光雄讲话，想要跟光雄讲话了。什么？怎么了？卡蛋前辈，你喜欢什么样的衣服呢？我跟你买一样的好了。这里的每件衣服都很棒吧？要不要稍微试穿一下？我想一定会很适合你的。我今天来到这里，想要试穿各式各样的衣服，可是刚吃过点心，所以要找到不会热到肚子、尺寸大一点的衣服。加油，加油！欢迎光临卡达林哦，我不能再招他。
哦，突然很多话让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平常他们都很少话说。你过得怎么样啊，卡大林？明儿也常常来店里看我们了，我们可不能那么软弱。我要守护住这个地方，让这个孩子有家可以归。拜拜。啊，对，今天还没有逛商店呢，而且我要把一些虫子卖掉。哟，右边这是什么？好多虫要卖给你们。哇，好多钱！我要买这个箱子，纸箱，120块。我看一下这边还有什么要买的。哦，这幅画有，这是什么画啊？啊，还是买一下好了。没有收集过就先买吧，不要跟我讲说很贵。挂轴，好贵哦，我没钱了，不要好了。有钱再来。壁挂式风扇1400，然后这个我还买得起。好吧，为了开图鉴还是买一个好了，真是1400也是蛮便宜的了。嗯，然后呢，我看一下啊，挑个礼物哦，好可爱哦。OK， 都买好了。啦啦啦啦啦啦，要送礼物给那个岛民，但是我现在要准备一下。我刚才上网查，发现大大好像喜欢医生袍，所以就决定买了一件医生袍给他。走吧，我们去送礼物。大大，你在哪里？哦，我在这里。请收下这个吧。喏、哦。里面放的是什么东西啊？哦，这不是医生袍吗？好，马上就来穿穿看吧。哦，好可爱哦！谢了，我还蛮喜欢这种东西的。只有我手里实在是很过不去，你就把肌肉装收下来吧。居然是肌肉装，天哪！我穿穿看好了。哎呦，哎呦，我不要，我不要啊！好可怕。好吧，收了一个很特别的礼物，好可爱哦！你看，所以是怎么了吗？知道跳舞运动服还挺不赖的嘛，你果然是内行人。毕竟衣服很重要，还要是能够方便活动的。不过我还比较想要展现我的健美身材啦，所以我最推崇的是裸体。再见了，大大。啊，对了，听说光雄喜欢斗牛士服。我记得我好像有一件送给他，不晓得他穿起来怎么样。斗牛士服在哪里？在哪里啊？诶、欸、哦呦，在这里找到了，送给他吧。这件超好看的啦，斗牛士服。王雄，
豆狗，光熊，还有蚂蚁，嘿嘿，把你们赶走。好可爱！嘿咻，嘿抖，嘿咻，深呼吸。哦，好累的感觉。光熊在家耶，嘿嘿，耶！光熊在家。哼，你穿这样，我就知道要送你衣服。你看，你要这个吗？眼睛张好大，这是送你的礼物，马上穿上吧。里面放了什么东西啊？我现在就打开看看。这个该不会是斗牛士服吧？你送的礼物好棒哦，我现在来穿穿看。好可爱，我这样搭配好看。如果白白收下也不太好意思，给你819块吧。哇，这样穿好好看哦，超可爱的啦，很可爱耶。我跟你合照，合照一下。等一下我要换衣服，我不能换穿这样子。瓦达西，哇 ，unlock。啊，你要去哪里？等一下，你闭眼了啦！呵呵，他要去哪里？突然做起瑜伽来了，不理我，你知道？好可爱啊！好了，不打扰你了，再见，光熊。呼啊，怎么了？话说最近完全见不到我最喜欢的你刺尾雕了，他是不是很容易害羞啊？加油加油！谢谢你，有你替我加油，让我打起了精神。我才不想让岛民生家里都是虫跟鱼，你看，好可怕。明明可以放更好的家具在这里，没想到就放了一只鱼。之前送给他的椰子还蛮好看的，刚好跟水果放在一起，好可爱哦。再见啦，光熊。好啦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，我们下一次再见。哇，今天做了好多事情，还送了两个岛民礼物，挑的衣服都还蛮好看的，刚好都很适合他们嘞，好棒哦。大家再见，拜拜。有虫，我刚刚才有看到有虫在哪里，就跳过去了。飞好快，飞好快！独角仙，哦，我抓到了，居鸠行虫。大家再见，拜拜！哇，超棒的啦，最后还可以抓到虫虫。